我们要河粉哦，河粉要放换音乐，换个音乐好了。来，聊天室粉起来好不好？我、啊、不是粉起来，我要重金冰之女王，帮我喊一下，各位观众，转租喽！你们猜猜，我商城视频有什么东西可以赎回？其实蛮有料的哦。我来看一下我们的专门复原师，我们的紫装可以收加八沉默大剑，可是好像没什么用。现在还有谁在用加八沉默大剑？什么垃圾武器？感觉要回收这个加七闪耀的骑士团长柄战戟，但这个我好像也点到加八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武器我可以赎回什么，赎回紫装吗？然后把它点成粉末吗？看起来没什么好赎的，就收集啊什么塞的差不多。然后防具呢比较有料，防具有一个哇干加四的卡卡突然臂甲。哎、欸，这个他妈赎回来高潮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哦，非常的肥。我看一下这个，而且还是祝福的。然后下面都是红的、啊，红的就没什么好赎的吧。然后一些蓝装啦，蓝装就不看了，一定是赎这个吧，加四卡团，不赎这是棒槌啊。然后我们的付费装备呢，这就是我有点挣扎的地方。我们有加八的闪耀勇士面甲跟加八的闪耀火面，我们现在缺的是火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没有火龙加护，这绢甲没有用，绢甲我已经加九闪耀了。啊，勇士面甲比较便宜，应该是赎加八的火面，或者是赎这个加七的灿烂风龙面甲。原因是不用花钱，赎回来直接转职回去，让它变成火面，然后就可以做加护了，蓝色加护，好像是个蛮经济实惠的选择吼。好吧，先赎臂甲啦，这样我一定要转回近战嘞、欸，靠背哦。不能让魔斗士，因为我这个臂甲加四的给近战用的啊，魔斗士又不能用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复原，好啦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之后再说，我们再考虑几天，反正还有日期转回来嘛。还是说我们做一个远长期的计划，先赎加八火龙面，然后等明年 TJ 再赎加八闪耀勇士面甲，再把它合成，等一年。我想赎加七灿烂风，算了，这个可以想一下，我们先做魔眼吧。好，我们来点魔眼哦，魔眼14万点21层会过吗？我们应该是先点近战，还是点有办法点到三个土的嘛？我觉得先随便点三个土的出来，反正就是比之前强啦。然后最后再去点力量，好吧？先点看运气，看运气，说不定一开始就被我们晒到。有没有 PVP 魔法命中式？这个可以锁了吧？可以锁了吧 ？PVP 魔命式，但是魔命到底有什么用呢？第二格要哦，看一格要600，他妈在抢劫哦！不要瞎掰好吗？随便收收就好了。看能不能收到一些相关的，我就把它收了，不用太强。禁命三哦，好像要收，好像要收。一个杂种眼，这点一颗要3000呢。先暂时弄个魔豆的。啊，有了，移动抗性加5%，收了啦，这样好不好？可以啦，刚好花个6万左右，移动抗性加5%，不会被限制嘛？啊，就这样。好了，然后稍微再强一点，然后来洗第一层火魔眼。一层火魔眼剩59000，能洗什么？火魔眼这个我们就要好好洗了，因为之后转回近战的可能性蛮高的啦。近距离暴击3%，干这很烂，所以我应该不会收。暴击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是没什么用的属性。禁命加3可以吧？但是最后一条还给他禁命加3，我真的是有点……我看一下他上级是给什么？不是伤害减免，昏迷状态，昏迷抗加5，昏命加7，好强哦！昏命加7要怎么洗到啊？减伤加3欸，禁命加3好像还可以，禁命加3感觉是最烂的，最烂的上级，但是好像也不错了。好了，给他了，给他。第一条不需要，禁命加3其实不错了，没有到很差、啊，命中近战其实很吃命中啊，不行，禁命加3还不行，无视禁回加3都比禁命加3好，你们都好点是不是啊？我们就5万多点欸，这个随缘就好了吧？无视禁回加3，干0.16。不是进口加3，那也是比，可是命中也很重要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现在很多账号的防比我们高哦、啊，禁命其实也很重要。好，慢慢洗，慢慢洗。啊、哦，禁命加3洗掉，洗掉，洗掉，不要5万多点立刻就洗不到呢。昏迷抗性加5，这可以收了吧？哎、欸，昏抗加5，哎，神鼠哎、欸，可以收了吧？比较不会被晕。这还不收？昏抗还不收？呀，昏抗还不收？我这道是打架用的魔眼啊，没有啦，这道可以收啦，不要靠背。我没有什么伤害魔眼，不伤害魔眼，这套就是打架用的，打架用的魔眼，打架跟练功都用这套。我们这个机体不要死比较重要，而不是去打输出，打输出给那种真的是妖怪打就好了。我们是算是二线的机体，懂吗？昏抗我要收，昏抗我要收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我觉得我应该第二颗洗不完，
除非我运气超好，剩43000点，近距离暴击3%，有点贵，感觉要收哎、欸，也不是我将就啦，我觉得或许可以收，靠北这边一颗3000，暴击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勉强可以用啦，不是啊，我们魔眼就不够洗的，是在哭你啊，你以为这很好洗哦、喔，一颗600哎、欸，我们只剩7次可以洗哎、欸。没有，真的啦，真的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可以啦。暴击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是没什么用的属性，进暴3%就等于说伤害大概就是暴一下就多了几点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魔眼最重要的是吼，你把它那个洗到满，而不是那个里面的属性，里面属性就是有一点用处，后面还会有一堆魔眼石。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后面如果一堆魔眼石我们存够了，我们再全部重洗，好不好？反正也没花多少，我们才花50000点、欸，你是想怎么样？好，不管我要开眼了，反正剩20000多点，洗到我也开心。反正感觉是洗不到了，剩7次而已，是要洗个小鸟。大功告成，这就是神鸟凤凰。妈，这10000点洗到火山条的，我现在表演他妈开视讯16吨啊，不可能剩一次。GG， 好险，好 pass， 反正也洗不完，下次再洗了。会去金币仔干韩服吗？我觉得有局再去玩啦、啊。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弄啊，那都在弄就跟养电子鸡没两样。去金币服干嘛？而且那个金币服他妈的还要氪20万的币耶、欸！他那个礼包一个月要20万耶、欸！他们如果韩仔真的要赢，就氪金就好了。什么档？金币服我是觉得丧失了他一些金币服的意义、欸。他如果金币服真的是像以前那样哦、喔，就是大家只要买月卡，你就算月卡卖贵一点，我觉得也还好。他不是卖贵一点而已，他是卖贵很多，然后又加礼包，那我觉得就比较没有意义啊。好，我们要合粉喽，合粉要放换音乐，换个音乐好了。来，聊天室粉起来好不好？我、不是粉起来，我要重金冰之女王，帮我喊一下，各位观众，转租喽，下去转租冰之女王一发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喂，我在直播，开讲。干，那很难哦，他现在金变越来越多，5只1/5的几率很难转啦。转冰之女王，不如再存3只纸片。我有无限的买卡，但是我没有无限的新台币啊。各位有玩 W 的各位，有空的话可以来实况大使赞助这个页面，选择令狐冲爷爷赞助哦。你的名字就会上在直播间，可以体会名字上电视的感觉，真的棒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分享小铃铛，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呵呵。